哦，唐三，来啦，大哎，富他翁爆啊，雷了，大富翁啦，不然我们先大富翁一场怎么样？大富马友吧，大富翁吧，我只有大富翁，没有你们那个大富就是那个大富翁，就是那个是吗？第十代。哦，好啦，来啦，玩来，一场啦，回等老等一把，还没有大那凯，个吗？5分钟内结束，大凯回来就结束，OK 吧？更新一下600 MB。大富翁，大凯刚刚9:56跟我说再5分钟，再1小时。5分钟，很快啦。哎，这是大家也没能想到，竟然会打好打满了，实力这么接近，最后到底谁赢了？BYG，哇，最看后了一一场下。BYG 赢了。哦，我 all in 那个哎，妈哎，姐，怎么会这样？前面逆转真的好爽！我看了一下，输了好像差不多10K 吧，然后就吃一下饭，然后回来又输。他前四把都是妈吉，前期赢呢，怎么第五把不太一样？丢吧，没力了。大富翁，我们阿土伯。上次去玩鬼岛了，这一次我们去哪里？去非洲怎么样？不要，不要去非洲，我要去欧洲啊！我最近抽卡已经很飞了，我不要再去非洲了。你又氪多少了？没有，我根本就什么都抽不哎，到。超爽！我今天10连抽就，哎，超爽！我今天要抽到堕落的男生，第六张。哎，多了男生超难养的，然后养到5等哎。多了男生5等是怎样？加倍啊？他五等攻击加80%，射程加一，跟臭狗一样强。这么有料、哦？射程加一这东西真的超强。射程加一是不是怪人？我是机器人，哈哈哈哈哈哈！哎，你怎么 skin 啊？哎，厉害吧？哎，我孙小美哦，天 skin 的，开始开始。眼神奇啊！我这一只能力是什么？你想怪人，他应该就是高楼四起，看我和你的爱情。马上更新多久？哦，好了，我被声音吓到了。哦、大富翁，一反转把理想。看我刚刚直接笑到被巴尔基拿下了，有够大富翁，我看被巴尔基拿下了，是线上模式还是本地啊？线上啊，线上。阿土博士不见，5566，他怎么只有一间房？这游戏这么好。这游戏这么猛，还愿意开伺服器？16888，好了，我要机器人。好多机器人，它定义又是一颗蛋。走，好了啦，马上要搅拌，那就这样子。走了，前进飞梭。天超福彩，好爽，好爽。猪啊猪啊！哎，福彩升级有差吗？三等忘记了多少？哎，孙小美快一点哦！来，滚尿滚尿！你去喝酒去！孙小美死掉了。我和你的距离，这里能不能先看能力啊？怎么会有选角不能看能力的游戏啊？坏人。走啊！你不准备啊？对啊，是谁准备？我和你的爱情中，真抱歉。命运奇迹，一反转把理想。准备出发。看一下机器人的能力。
开始行动！开始行动！哎，非洲酋长白痴，要不要买？肯尼亚。买，才两千，买了吧？哦，我这里很稳呢、欸。成功的一半。我看看机器人能力。好快，第6400。睡觉时间少一天，机器人不用睡觉哎、欸。机器娃娃卡。救命啊！打击吧。你的钱够吗？够啊，才贵了而已啊。哈？哎、欸，前面有定义耶。好、嗯，定义外边。跳几步赛？我马上就要遇到他了。哦，签乐透，签乐透，签乐透哎、欸。哦。其实我记得签乐透也不用猜中。你怎么又是个恶心前辈？他又蛋蛋了，哎，他又多两千块。我又想玩游戏耶，还是万块？什么东西？啊！你不要抢哎！我不肯。你一或二吧？我不肯一或二。你一或二吧？一大师，存现金，存现金。你是一大师。没人谢谢你，我两拜托不要踩我，拜托真的不要踩我，我一定踩。哦，我先清掉这个大便。哦，你格子算那么刚好啊？哦，多拜，你怎么有多拜？换机器人呐、啊！要一张多少、啊？一张1500、啊。没错。莫桑比克买了，定义泄露。哎，哎，赛狗，不会是那个吧？他升级得了？你以为你有钱吗？证券中心怎么样？他又开始了。哦，他又开始了。证券中心怎么样？把他拆了吧。你处理一下。哦，五万好多，飙车得死，飙的可快了。南非买了，你们买一张产地的吧。难呐、啊，不行，我一定要拿了10000块。说不定游戏比较多，我感觉游戏好像不止。哎，毛，你那有2000块？2000太少了。我在想要不要买，2000太少了嘛、啊？你看你就索马里买，非洲一定要多买地啦。21号，这个一定不会中啊！嗯，真的，21号这数字。我好想走两步啊！我的星座、狮子座，我先超车好了。2号。不买。好，我感觉、欸、你要缴罚单哎、欸，死掉了。我感觉17号，南非的罚单你有吃过吗？靠！啊！哎、欸，哦，被送进去了啦！啊，被送进去了。哎、欸，你少一天呢，机械。哎、欸，没有你多一天呢、欸，为啥？哦，机器人维修多一天是不是啊？他就是多一天哦。哎、欸、啊，没有啊，他明明写少一天啊，为啥？为啥我要被关比较久？不行，我不接受这个。哎、欸，有狮子哎、欸。哪里？长颈鹿。哈哈，我那个狮子长得很狮子王。哪里有狮子？哎、哦，确实有变可以了，真的有一只哎、欸，哎、欸，我在那边关比较久啦。我怎么开始玩单机游戏了？哦，你还有嫁祸卡哎、欸！啊，我看你们谁敢搞鬼啊！出不出去先拆他房子。Yes， 好。嗨，你这是怎么搞的？运气不错，运气不错，运气还行哦。哎，一大师吧，一哦，这样出去会去哪里啊？
应该会知道。我先探探路，你帮我们探一下路吧。那里啊，跟监狱出来一样。哦、你也是，你也这个想法？哦，我也是这个战术啊，我没办法。Happy。我们正确中心得赶快猜、欸。嗯，我们300在吸。不可能。耶。买啊，你倒是买啊，你非洲酋长。我什么都不买，我没钱的。我你这么稳啊？21吧。14吧，14吧。21不是这种吗？欸，我刚刚也觉得14号会中欸。我那买错了。欸，上面怎么都你们的地什么东西？这可咋办呢？一步。欸，一步，好，你加回一步。我飙车了啊！狂飙机器人。快来选一个7号吧，7号吧。啊！五啊！哦。不高兴哦，机器人不开心了，你快出来呀、啊！啊，欸，非洲没有银行吗？非洲没有银行？有啊，你什么意思？不是哦，在上面哦，哭啊！哦，完蛋，下面也有，下面多远？你在非洲花一块钱，你的银行就是2块钱。哎、欸，不会吧！哎、欸，没事。哎、欸，有一只签乐透哎、欸，我就靠这个签乐透了。等一下，等一下换我们中，你直接，嗯，不可能，不可能一。哇，里面踩到大便了，爬风卡。好，为什么大家都往那边走？哦，你要买道具哦。当然，我这只买道具比较便宜。哦，你还有能力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金贝贝什么能力？我看。吃到大便会多几天吧，嗯，然后吃屎比较久。糊涂神少一天，梦游少一天，起始加20%啊！应该买汽车了，我操！哎、欸，金贝贝玩小游戏额外加成哎、欸，那我就买了。哎、欸，这么多你们的，哎、欸，你买买的签乐透，就继续给我签乐透。哦、我签这个跳号的，应该是没。我来一个21 23。一大师杀手，嗯，梦游海，嗯，买地，怪人不高兴，凛冬将至，不行了，我再这样被吸，我真要垮掉。进来魔法屋，我物价是几天？我的指示，60，入狱三天。哎，不住，不住人了。女人给我进去，女人通通抓起来啊，试着玩这个啊，好安静好安静，女人都进去了，舒服舒服，买地买地，一直买地，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哎呦，糊涂神！你在讲这个吗？我也没想到啊，啊，怎么会这样？糊涂神哎、欸，三步，这是怎么办？走啊，这个中啊，不可能，不可能！哦，应该也、哦、你找到了非洲的银行，再入狱三天吧。好、哦，好。欢迎光临百货公司，欢迎光临啊！你需要的商品，你有钱吗？把它拆掉吧，把它拆掉吧。我也很想啊！我靠，那里有天使加一万，一万，一万，一万！哇，天使加一万！哎、欸，天哪、啊！被关太久了吧？不是，怪人，怪人，先给我开一个游戏吧，三步。再入狱，入狱，赶快入狱！纯露所有现金怎么样？好、哦，没有哎、欸，没有哎、欸，纯现金很香哎、哦欸。啊，糊涂神！谢谢你，沿途加盖房屋。
啊，天使给我滚，这样可以放入账了。啊，你是要放这个、啊？我是要放入账。我、哦、哎、欸，你要开千卡、欸，嘟更嘟更。钻出来，女人出来了。哦哦，好吵。哦，我，你也想买道具哦？没错。呱呱，我想要 auto buy。哎、欸，你 auto buy 走三步，缴一张罚单怎么样？嗯。只要三步哦。三，就这样。哎、欸，你钱很多哎、欸。哎、欸，他钱真的好多、哦。不是，我没地方花。要飙车喽！走不动、哦、我出来了呀、yeah! 哇哎、欸、屁你的哇干嘛呀哇这个都很贵好吧买一个就好了啦、啊、哎、欸、他要跟你抢那个福神了啦哦死亡不贵吧我还往下走天使显灵，天使显灵，催泪缴罚单。小福神叫他，糊涂神。看一下小福神是吗？哦，有用。小福神是拿到钱加倍吗？给卡片了。好，给一张卡，然后有机会免费升级。加盖免费加盖房屋，那、啊、我到底要去哪里？欢迎光临。买乐透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开？应该快了吧？苗栗买了。好，非洲苗栗啊！我现在非洲大地主了。耶！炸弹！哎，前面怎么有一颗炸弹？哎、欸。哇哎、欸、太这么太扯了吧哎哎、欸、嘿完了他要换一点啊999啊888哦哎哎58块哎好哇是水吗啊这次可以干嘛我看一下太削了啦毛免过路费吧租金减半啊2000块哦你太扯了啦我很需要茶税卡，丢了。哦，好扯，好扯。是快结算了，还不是结算？我要存钱吗？存钱啊！哎、欸，快要发利息了，10%哎、欸，真的10%利息。我写、啊。各位，来来来，我的，哎、欸，我买我的，我的，我买这么多，一定是17。耶、yeah! ！Yes， 哎，不可能啦，命中了！可恶！哎、yes. 欸，我不是有买14吗？还是我没按到？嗯，不重要。欢迎来到大风银行，请使用 ATM 进行领取款项。全部取出来了。哦，我就买，刚刚中了。耶！房地产升级。一二三四，三货哦啊啊嗯啊，一哎，我来签乐透了，哎，我这次就哦，你算的好准哦，你算的好准哦，倒霉了哦，好晕哦，安静一下，你安静一下，女人进去了，进了，我要再把10,000再拿出来了，哎、我好像快不能买地了，我的钱都。一日比一日，哎、欸、屁！我什么时候那么会走了？骗我！哎、欸，对啊，你不可能那么会走吧？对啊，怎么敢走九步？哦，真的是没有道理嘞、嗯！那边怎么有一坨大便啊？日内利啊，买了。哎、欸，你要不要处理一下敌意啊？我没办法。你快遇到狗哎、欸！我把狗撞开了，公分上不是要7900块？
买买买，好穷哦。二，不可能吧？哎、欸，你这个步数该不会小光头？几内亚？小穷神来了，应该还好吧？哎、欸，人马少掉嘞。不动吧，我小超人。再见，丁义。哦哦，不签了，我不签了。你要离他也不到。不买了，我不买了。会中吧？会中。哇哇、哦，太高了，恶心啊！这可是有五十趴。这种啊？有什么？啊、哦哦哦！你张卡太好了。啊、那张卡有什么？怪人要还手。哦，好好好，好好好，有有有，这样真的可以，这样可以，那张可以，那张可以，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 ，nice nice。我尽量帮你了。OK OK。一号一号。你看阿我怎么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医院？谁叫你要盖那个？算很奇怪哦，不敢买地哦。非洲人民不欢迎你了。我、哦、这样是不会动，是。啊！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贵啊！哎、欸，来，这个跑出来了啦！一步两步，来，我签。好，我签三十号。好，三十号步啊！一两步，哎，哦，你飙车嘞！哎，玩游戏玩游戏，大家分钱哦，真的好赚哦，好赚好赚！我帮你，这太简单了吧，我帮你记，我帮你记。好，你帮我记，帮我记。右上，右上。哦，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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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简单了吧？这三秒就可以了吧？这一定全开。哎，错了，这一定全开啊！哎、欸，错了！全开，全开，啊、全开，全开 ，easy！ 耶耶！玩游戏好赚哦！哎、欸，阿董，我翻最少。翻身，翻身！哎、欸，你附身走了、欸。哎、欸，没事没事。飙车哟！哎、欸，怪人，开心，开心。你那是真的有个怪哎、欸、小意思挖机器人小意思哎、欸、大便哎、欸、大便、啊、大便你干嘛哦哇别怕好买了我来个慢慢走你睡了睡了倒一回合吗打神仙有 啊没有女的吧，女的都打都一万多 ，OK 了，一万多。好、欸，你看你也没一万，分钱喽、啊，不错了啦，九，哎、欸，怎么只有九千啊？不是应该两倍吗？我金贝贝怎么钱这么多？买不起耶，怎么办？哎，算了啦！大便你别搞、啊。哦。哎、欸、哎、欸，不是我的地啊！买地买地买地。嗯。嗯。金贝贝，我闻到二十九号。你一定二一啦！哎、欸，国王没买到。闻仙血的味道。飙车，快走！可以空枪，空枪了呀！进来模仿。哎、欸，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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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女人？哎、欸，女人，这游戏专门处理女人。不过我前面就是那个，还想上花钱哦，是吧？哦，女人没钱了吧？还好前面有银行。哎、欸，哎、欸，这是银行啊！哎、欸，是我拿了三万。哦、你也要玩游戏了？哎、欸，他也可以玩游戏喽。哦，这个简单的。对、哦、啊，我想一下。哎、欸，等一下，我还没想好。
用想了啦。这个哪需要想？右边第二个啊！哇哇！哎，不给你们分钱，老子钱多，我不分给你们。哇，你太牛了，太牛了啦！这样哦。欢迎来到大分队。真的太牛了啦、欸！哦，第一，你这样战术很可以，我一毛钱都没拿到。苏丹也来了。哦，没现金。好、哦，差点被他拿到现金。说不定还会踩到狗、啊。差点还要被狗咬。哎、欸，哇靠！我前面有两个福神呢、欸。被狗咬就什么都没了。丁宇吃大便了、啊，快回收你的大便。脑颗粒五六颗粒，哎、欸，那什么？那好像是可以代替入狱啊、欸。免罪啊！免罪。我起波就靠。啊！又是定义的家。为什么我只甩一个？我不可能被咬！一二三四五，不可能！拜托。哦，还好越过那个狗嘞。哎、欸，把它浮尘打掉嘛。无神来能打掉了，哇！哇！机械娃娃很危险。我的地怎么都没有人能踩？哎，不过非洲好走很多。哎，哇哦！机器人，都给我进去！太离谱了吧！我的大福神，我的大财神！完了，机器人买机器人为什么要这么贵？欸、你快没钱了你！我快出事了啦！你的头绪啊！我飙车了啦！哇、哦！我又死不大哎！好，怪人！好，我要去抢福神了。走开走开走开，那个浮尘是我的，你一定没救了、啊、飙车，欢迎光临21号，我就把丁义的幸运数字拿走。没有，我已经闻到是2829。怎么办？这个钱现金不足无法买。这样哎、欸，跑出来嘞！28哦，好。哎、欸，不是，冷静，冷哎。从、欸、医院出来就可以买乐透，好虚哦。没事，我还有29这个机会。要发力气了呢！拜托，让我吃个福神吧！哦，我被抓起来呀、啊！莫桑比克。买了吧，拼了！哭啊！我怎么走这边？哎、欸，糊涂神！哦，我的人生啊！一、二、三、三、四。莫桑比克买。嗯，埃塞一比啊！帮你们放个炸弹。那个会被炸回空地吗？不会，只要掉一层吧。哎、欸，对，哎、欸、对，哎、欸，冷静、哦，冷静，不要出事。哦，度假哎、欸，度假哎、欸，存款，女人，啊，女人，2万块存款。哇，女人过太爽了吧？不是，耶、啊！发财神显灵。他拿到气就爆了，完了，死了，好，买下去，9999999，好，每次玩大风都这么帅，宫本武藏倒了，你对我这一条路，那不是你自己放的吗？你这条路难走，你那不是自己放的吗？宫本武藏怎么突然就死了？哦、为什么？哎、欸，原来这个东西会吸钱哦。那是拿别人的钱啊。他拿别人的钱、啊。哦，我以为是那种外场拿哎、欸。还好，这次换毛。哦，我上次也是被这个弄。哎、欸，你上次也是被这个吸死了吗？
金入住你的存款，突然甩一个9000出来就倒闭了。我就我上次玩鬼塔还有贝克，我卖假货两次就走了。是贝克缴一张罚单也走了。Sorry， 哎呀，没人中奖。打持久战你还有机会。哎、欸，你快把他加拆！我铿锵铿锵啊！我可不怕。哎，太扯了吧！哎、啊，你不是不怕。欸、让你换一间啦、啊、我觉得盖其实盖另外那个比较好。我屁，你要一万？哦耶，有他一万，怎么可能？肯定五万你就没了，花完了。拜托，你没钱啊？来几百万？他刚刚怎么说我来度假？不是第一彩道吗？第一彩道啊，不是？哎、欸，刚刚谁彩道？最多钱的那个，存款最多的，第一彩道。啊啊，你刚刚存2万。那个钱也不是我自己存的、啊欸。那是谁？真是奇怪。欢迎光临。八号。哦哦，打倒臭狗。哦，这叫科学怪人。哦哇哦，你直接……哎、欸，你度假还可以直接原地回来啊？好，我家。哦，小意思啊，小意思吧。好像搞一下狮子王，你要把他冰住是不是？嗯、没有。来、啊，你搞我啊！你搞我啊！这样我要盖什么？我有点想盖度那个公园吧。我的话会选公园。嗯，我也觉得公园不错哎，让大家可以来这样散散心。你想想，非洲最需要什么？嗯，非洲就需要公园。国家公园。他们用大饭店哦，不要闹了啦！哦，他挖石油，我家有油体。欢迎来到大丰银行。哎、欸，石油是怎样？我有点忘了。再绕回来踩吧，他要再踩一次吧，好像。哎、欸，你在这边行乞耶？帮一下吧。嗯，我尽量帮啊。我不知道我车子会不会帮你撞开。还给人家了！哎、欸，他怎么刚好把我复仇卡抢走啊？什么东西？哎、欸，复仇哇！哎、欸，他开始卑鄙了。你这样子，你要设计证券。我石油可以转啊转啊转。你是能转多少？五六千而已吧。啊？啊？你对，怎么才这样？又花掉了。哎、欸，哎呦！那里有两个追粉呢。嗯，你是不是把它撞开？室内力啊！试一下吧，你试一下吧。三，我尽力了，我尽力了。你走个四吧。哎、欸，哦，完了，我一定要踩到10000块了，我不管了。嗯、你有那个骰子吗？嗯，还有人帮你把狗撞掉了。那你先走。我还要再买吗？等一下。哎、欸，毛，请你离开。不会吧，我会走吧。你会走吧？我用这个把大凯处理掉过来。哇！室内力啊，再买。怪人开心。去哪里呢？完了，来去拿钱喽。还是你给狗咬一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是不是在做梦？丁丁，你盖了个石油厂，啊，你也只有16000哎。哎，对，我操，丁丁为什么不要证券？我想说那个领钱应该领很多，结果没有。不行啊，石油挖起来也就那样了、啊。哦，毛挂了，他的地还是高级的那个形态啊。哟。喂，买地。守法公民要缴税哦！哦，我要缴税了。很生气。啊啊！缴税喽！这么给面子啊？是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慢慢跟你走。
不是，丁，你要赶快回去采石油。他还回得去是不是？没有转向卡哎、欸。可恶！哎、欸，这次的卡也太废了吧！哦，算了。龟卡。哎，冷冻怪人。开始建设。公园吧。我要盖土地公啦。嗯？啊，他怎么也有证券中？中心了，竖起来啦！给他竖起来！溜了溜了，我去踩到大便。哎，好，还要再买吗？你是不会踩到大便的，怪人！哎哎，太夸张了吧！怪人，你刚才没有这个吗？嗯，你那个挖石油还敢说啊？挖石油不差、欸，要被吸干了。我决定来一波了。你决定来一波了，是不是？嗯，我决定来一波大的。怪人！怪人！给他你太多张这个吧。直接加速比赛、欸，嗯，我要把你的钱榨干。但我要对吸也吸不。你那个他要有做事才要被吸啊，他没做事他就不用被吸啊。哦，石油也是可以吸的、哦。石油是好像没错，你花钱他就要给要钱把钱给他。哦，我要被送进去了、欸。那不买不买，对不起。买吧。不买，对不起。机器娃娃卡，肯定该把那个炸弹扫掉。屁！那个两步怎么样？哦。欢迎光临百货公司，请随意选择您需要的商品。哦、我不跑到哪里啊？还是被扫掉就没了？已经离开游戏。你已经完全走了。已经完全走了，怪人！救命啊！啊，没办法，签个字吧，这是我唯一的希望。谢谢。我在山火感到绝望。哎，那个铿锵铿锵，我家哎。也要打。应该六步六。六六六六六，哦，女人，等一下，六十块，女人，所有女人，苏玉山，女人，我想玩游戏耶，我好像不属于女人，也不属于男人啊，私欲犯，哎、欸，那我们选手一下，怪人。炸！欢迎来到大丰银行，请选 ATM。他是踩不到的吗？可以吧？他最低两步哎、欸，那不是碰不到那个经过就有。你看你传给他。嗯，不想再接。哎呀，炸弹给你喽！哎呀，我要爆炸啦！哭啊！你了，弟，你踩了就可以回去弄石油哎、欸。哎、欸，他又可以回去挖石油嘞。对，跟我玩小游戏有快没钱。玩啊玩，不是你刚刚玩小游戏也没有钱啊。有道理，不行，哎、欸、哎、欸、靠，好了啦，进去了。进去服刑啦。哎、欸，不会吧？欢迎光临。再见啦，请拨喜欢号码八。欸、没炸到啊！再见了。有瓦斯转，你知道那个炸弹不知道害你。我等一下有一招很厉害的。冲冲击！我想
放一个炸弹在他那边，然后我遥控骰子一踩炸弹，哦，有吧？这一波可以吧？哦，哎、欸，为什么我、哦、先来付钱啦、啊欸、你不要炸我家，哦、你不要炸我家。我冷面的没去啊，几号？不买了，不买了，没钱。快开来！怎么办啊？我要进去了啦！哎，送神符哎！屁嘞，他怎么可能又有这个？哦哦，怎么可能？女人，所有女人，所有女人，我女孩获得地图上的一个神仙。啊！打屁你嘞！为什么好？还好是好的，谢啦谢啦。六、哦。哇！他吸我们的钱呐、啊！啊！我靠！他大飞神嘞、欸！他那个是坏的，也有机会拿到。当然了、啊，不是你怎么可能那么刚好拿这张？我也不知道、欸，他、啊、怎么那么刚好？现在怎么办？这里怎么有石油厂？欢迎来到大富翁银行。拆了吧，好像把它拆了。哦，天使显灵什么能力啊？全部免费加盖啊？没错、啊，这个是连别人的我都免费给他加盖啊。没错。完了啦，金妹妹跑过来了。他要买三轮的哦，买啦，会不会直接死掉？你钱很多，你不要怕。好好，不买进棺材啊。对啊，钱这么多，留着干啥？二九二九，拜托二九，真的拜托二九，真的很二九，拜托二九。三十二九，我买那么多号，我在乐透的。哇、哦，哎、哦欸，是不是连开两次二五啦？没错。哎、欸，这是不是有问题啊？他感觉有问题。他是不是坐票啊？嗯，买地。那块地多少？两千。这个地要两千。哎、欸，不能这样哎、欸。哦，真的不能这样、欸。自办是啥鬼？我什么都不信。我把你吸死，丁毅！我把你吸死。我用两个骰应该可以踩到，踩到我家。数学系，你赚了。不可能踩到你的地。哎、欸，中了、欸，中我就死。哎、欸，五百。怪人赚，恭喜500钱啦，赚钱了。怪人，阿丁，你有办法停下来吗？有。哎、欸，黄色小鸭哎、欸，哦，黄色哎、欸，有狗哎、欸，不可能呐、啊！啊，有鸭子哎、欸，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龟嘛，龟龟，哇，乌龟模式升级。完了，他这波好像要起飞了、欸，他这波站起来了、欸。对啊，他这波好像已经起飞了、欸。他赚烂了，他赚烂了。我来个请神卡，大水神吧。莫小的神，占领对手土地。哦，占领对手土地。这是如果没人的地，我就免费拿嘛。别人的也是呢。我有十六啊，有地就抢。好贵哦，直接拿吗？强占地场。大开心！大开心！嘿嘿嘿，怎么样啊？啊，死爽，你是在等死而已啊。没有，我已经开始动了。六。没得玩呐、啊，进步一点哦，有7000块，不错了。这多少？二吗？哎，他免费加盖了啦、欸！哦，他这个真不要洗烂呐、啊！他洗烂喽！
三四五，不可能吧？啊？其实你凶多吉少。完了，我怎么感，我怎么感觉好像会吃到啊？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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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吃到会亏吗？对。哦，这多少？在体内啦，还满的。没事没事，他不会再走到了。好，黄金时代。哦、啊！大衰神，让你尝尝散财诅咒。哎，你有没有看到旁边你的子民正在看你啊？啊！自动已开启，让你一路衰到底。哎，大衰神什么能力啊？你刚刚怎么啥都没碰？失去一半卡片了、啊。哦，完了，我没救了，失去一半卡片怎么玩？哎，哎，直接解决，哦、直接解决了吧？不可能，不可能，真的没有人弄善用这酒，真的不要。哦，专门给白痴玩的，连一毛钱都没有了。哎呀，有人倒了，那、啊、怎么又剩我跟你扁？嗯，真是奇怪呀、啊。白痴，你变乞丐啦！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买点钱回来分我。嗯，我一定回来，我一定回来挺你啊。嗯。欢迎光临百货公司，请随意选择您需要的商品。怎么办？现在是氪金就要那个、哦，要补缴能源税多少啊？哎、欸，4200哎，很贵哎、欸。哎、欸，他那个满级哎。哇、哦，他那个对他金钛钱不赛。哦，前面突然多出一坨屎！哎、欸，我原本是要两个路障的、欸。你大便快，又快。我觉得你现在很赢哎、欸，他现在完全做不了任何事哎、欸。你说我吗？七岁啊！你现在做什么都要缴4000块，你只能再做两次。不好说，我会让他睡了之后。再做、啊。等等，去把他家给拆了。哎哎哎！太扯了吧！好烂，一万起跳。乱点也跟梦杰一样，至少都一万嘞、欸。你上次，你看一万，一万，看到没有？一万。哎，你也太扯了吧！一万。你怎么在这里行乞啊？哦，他要回去挖石油了。倒倒来喝，倒倒来。哦，他现在石油大亨哎。哦，他挖起来，挖起来了。飙车。来到大丰银行，哦，接取 ATM， 刚果付了，还想挖、啊、你？那你先挖，哇，那挖起来喽！来个六吧，不是刚233是怎样？24000以上。一哦，哦，六千，这游戏坏掉，6000，我挖烂，挖烂，哦，哎，大凯，我们来到非洲了，哦，大凯回来了，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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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大凯，你看这个局势现在怎么开？这个局势吗？嗯，我先把小美铲走。怪人，一个大弟弟啊！
我是大大机器人。你看起来无敌耶、欸、我看起来挺有料的。哇，你身上很多机器人，为啥？嗯，我还可以用机器人换卡片，特殊能力。哎、欸，给钱。坏人，怎么可能？赚钱啦！哎，我觉得这个时候适合开一个盘，决胜局到底谁会赢？大凯怎么说？我一定压你！机器人怎么可能输？机器人不可能输啊！能再买吗？再买吧。哦，不买好的。哎，因为前面都是你的地。机器娃娃卡，坏人！我是用那个机器人就拿一张卡，是吧？可恶，冲过头啦！阿奈跑来这里，在哪里？金贝贝、孙小美啊！嗯啊！出事啦！是有人会失败的啊啊啊啊！怎么啊？怎么失败？不可能、啊！你也喝多了吧？啊，我好像也醉了。溜远点，拜托溜远点。哦，你溜的再远还是我家、啊？哎、欸，没有哎、欸，哎、欸，溜过来。串不是很想买，串感觉会串死掉，真的。那、啊、怎么办？我越过那个人，走了四步看看。哎、欸、屁嘞！欢迎光临百货公司，肯定啊、请随意选择您需要的商品。对啊！丢啊！我要转向啊！我丢！我前面有一个大。哦。啊啊！丢啊！你怎么乱的这么？啊丢啊！你就继续啊！要帮我加盖吗？啊！来啊！证券护膝的。太可乐啦！大你自己。这冬眠呐、啊！坏人要还手！啊！我冬眠呐、啊！客户辛苦了，哦、还是得一起睡。哭啊！我冬眠啊！银行将根据您的存款加发10%的储金利息。各位，本次乐透即将开奖了，就靠乐透了。是唯一的幸运儿，这九号来二一。哇 ！Sorry， 本次没有人中奖。还等不等得到下次乐透？我醒来，好快啊！哎，我反正会醒啊，对，你会反正那个。开始行动！少一回。哦，又玩游戏啊！当然。开始行动。啊！7500，整整7500。我不想让这条狗拿太多。一步怎么样？哎，对呀、啊，哎，当然啦、啊，有啊。你也在加盖？我加盖啦。哦，他乌龟嘞，哎，他有护膝耶。完了，要免费加盖。坏人，你这样回复啥？那也加贵啦！你这样多少？我不知道。我靠，太贵了吧？啊？
分钱啊，快点啊，分钱啊，要出事啦、啊！真的要出事啦、啊！为什么又是这个啊？右边第一个，哦、右边第一个。哎、欸，等下，我忘记蓝色是哪一个，左边还是右边？你管他是哪个，哪有他？哦，我忘记了。哎、欸，蓝色的有比较多吗？哎、欸，我拿三倍。哦，我耍白痴了，完蛋！哦，废卡。1920，我的高你一级耶。嗯，高我一级。你是非做酋长。拿一万块算多吗？啊，先拿这个。现在是两万喽。好，现在两万。啊啊！进来吧。路易三天。随机摧毁龙剑。好、啊。哎、欸！哇！是本本，大辫子坐标。嘿嘿，我是小厨师。哎、欸，你是小厨师。来来，下下下。快跟！呜、哦、呜！哇！为什么要补脚那么多啊？石油，石油！哎、欸，我感觉这是石油的胜利耶。这个太贵了吧！等一下啦，快点给我卡、啊！怪人，拿香蕉，你给我香蕉有什么用？接一点啦、啊！哦，两万，完的，你完蛋的，不好说，只有8400。欢迎来到大丰银行，请使用 ATM 进行存取款。哇哇哇哇！我要汪汪汪汪了啦！哦，好想转向卡哦！哦，转啊，你倒是转啊！三六六六，那不买。丁力，你走啊！坏人，炸！炸！坏人，试试。以防万一。坏人，为什么刚好嘛？炸！哇哇哇哇！嘿嘿嘿！差点给他哇哇哇哇了。住家盖房屋。哎、欸，他等下如果踩到你的证券，他把你家盖，不行吧？哦，有没有可能直接踩到小游戏？有吧，有吧，有吧，快跑，快跑！对，然后小游戏，好像差不多哎，哎、欸，中了、欸。好，欢迎光临。先领两万。坏人，大开心。那我旁边怎么一只大水神？我要请神。请啊。坏人也要打，被他砸房子啦！哦，哦，叠金币最简单的，这个好像最难拿到高分吧？我不是这滑鼠动超快，嗯，我看他马上就要倒了。哎、欸，这个应该是最难的、欸，我会跟你拿差不多。溜喽！
怎么办？我一直沿途加盖。再一次。哇！有没有好玩一点游戏？这个很赞哎！是不是想翻卡？右边第二个肯定没事。啊，肯定没事吧？不亏啦！哎，有进步了，有进步。好，三。莫桑比克，怎么办？免费加盖喽！哇，他还要氪金啊！这么多是吧？哎呀，加减特啊！嗯，你怎么到处帮这个盖房子？哇，我到处盖房子啊！你看大衰神是什么效果？大衰神，非洲王恩人，那个很衰啊，那个真的很衰啊，损失一半哦！靠，那前面有没有什么好点？有，不要闪抽。12万呢、欸？哦、啊，随便买一个15号，如果中了怎么办？现在有12万了，欸，要开奖嘞、欸！还要小财神喽！我怎么一直走这么快呀、啊？哎、欸，大穷神嘞、欸！哦，大穷神吗？对，你在截图。那个是大的吗？那个是大穷神了，那个拿到会创赛。你这个扣钱，嘿嘿，哭啊，要扣钱喽。没关系，这数字都少都没关系啊，被死游戏钱了，哭啊。有必要吗？这，完了，他要买地了，没那么衰吧？怪人，哦，购地卡哎，购地卡哎，啊，有没有机会？什么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去吧，这些人也太菜了吧！购地卡啊，开心啊！我们吸钱呐、啊，应该是买不起吧？刚好你也没用哎、欸，你买不起、欸。购地卡要花多少？你要花那个地的价，你要买不起、欸、怎么办？对，我好像出事了哎、欸！完了！啊，他那个卖多少？他那个现在可能要卖三四万吧。出事了！打五，这打五。这么稳啊、欸欸、你这么稳就只有9000块耶、欸、阿总有吧，我有机会拼吧，你够厉害，你有机会了啊，到了、欸、买得起吗？不知道，不可能的哦，后悔、欸、啊！各位，拜托，28号，啊，大家要没中，没有人中奖，哎，完了，好，然后结果快出来了，多少？
岁。抽到一张废卡，再给我一张。那一张能抽？免费卡。怎么办？买不起，快跑啊！哎哎，你聊死哎、欸！免费卡得用哦。哦，免费卡。我免费卡。我假货、欸。我赚了又钱。我这样被你拿了的。怪人。哇、啊！我、哦、靠！免费卡被他偷到，犯免费卡。乱了，我去发我的大财了。他要挖石油啦！我出事了。石油老公。来啦，有种还给我一啦，我没差。嗯。开个一啊。两万四哎 ，Oh my god！我溜了啦！你好像远远哎，你好死吗？不好说，我老跑，我老跑。你怎么老跑？啊！怪人倒了。好，恭喜非洲酋长定义，你是真正属于非洲的人。啊？你输了呀？我输了，我不属于非洲啊，我被赶走了。完了呀，完了呀，海啸啊！哎呀，海啸啦！哎，你应该会被留在那里才对啊，真是奇怪。没有吧？我应该是要离开了吧？真是奇怪，难怪我在这张苦这么失利。嗯。哎，还有其他人在开哎，禁用天赋热门模式。哎，他们怎么那么有钱啊？他们起始有600,000呢。他们不懂生活的苦难啊！对啊，他们太有钱了吧？这群富二代啊！来了，来去玩游戏了，来去玩今天这群要玩的。今天我们这群要来玩这一款。